Let me go 先发投手道恩斯。资料照记者王毅松社，记者林佑晨屏东报道。 Let me go 桃园队今天开训备战新球季，去年表现稳定的三洋投史博威、道恩斯和赛格威球队本都有意续签，即使博威重返美职体系。领队刘介廷透露，道恩斯已确定新球季在为原队效力，但赛格威仍有变数。原队去年王牌洋投史博威日前和美职游骑兵队签下小联盟约，刘介廷说，球队本希望留下道恩斯、赛格威两人，道恩斯目前已确定续约，但签下赛格威一事则因听闻有别之中职球队和赛格威接触而出现变数状况和武夺。去年效力中信兄弟布鲁斯，去年效力统一时差不多。至于另一个洋投名额，刘介廷说，美国独立联盟或韩职的洋投都有在考虑。赛格威，资料照记者林正坤社。 Let me go 桃园领队刘介廷，记者黄志源社。